在亚洲田径领域，有一位热度颇高的女神，她就是被称为田径界李英爱的金智恩。金智恩是韩国运动界的网红，主攻400米短跑跨栏的女神，她的相关视频累计点击量早在去年就已经破亿。不过相比之下，30岁的金智恩更拨人眼球的是她的脸蛋以及身材，毕竟已经30岁，很难再跑出成绩。金智恩来自于一个运动世家，父亲金振宇曾经是韩国国家队100米短跑、110米跨栏选手，母亲则是主攻800米、1500米的国家队中长跑运动员。出生于体育世家的金智恩绝对拥有田径的优秀基因。实际上，发掘金智恩运动天赋的并不是他的父母，而是小学老师。小学五年级时，体育老师看到他与足球队同学赛跑，一眼看出他的潜力，邀请他接受专业训练并参加比赛。父母充分尊重金智恩的选择。我那时候真的喜欢和我同年纪的男孩子一起跑步，享受获胜时的成就感。金智恩说。金智恩从中学开始接受正规田径训练，高中在100米、200米项目上拿下了不少全国冠军。早在高中时期，他的比赛视频就已经广泛流传，也因高中成绩优异而获选提早进入国家队。高二时就获得了全国运动会100米金牌、200米银牌，高三时再次获得了100米、200米和400米接力三枚银牌。巅峰时期的金恩智实力确实惊人，但遗憾的是，伤病成为了阻碍金智恩走向田径生涯新高度的绊脚石。因为跟腱严重伤病，他一度中断了训练。经历了一年康复训练，使他不得不放弃原本竞技项目，改练400米跨栏项目。但老天又再一次与他开了玩笑，经历了髋关节断裂的挫折后，金智恩疗伤加康复整整两年才再次重返田径场。他表示，有很多次我想放弃，但我想我是靠着家人的力量撑了下来。直到2015年韩国全国运动会，金智恩再次成功夺得金牌。这位高中时期囊括奖牌的天才少女，在经历过重大伤病甚至改练项目之后再次夺金，当时引发了不少田径迷关注和期待。而此时的金智恩和当时高中稚嫩的他完全不同，青春期发育后，外形和身材更亮眼，无论是五官还是身材都愈加成熟。金智恩身高167公分，在田径场并不算特别高挑，不过他白皙又精致的脸蛋配上非常结实的肌肉，魔鬼级的火辣性感身材非常有冲击感。金智恩私下的生活照也非常时尚，穿衣打扮都很有品味。在他比赛的视频走红后，他也在社交网络上注册了账号，分享自己的运动生活，也教大家如何运动保持身材。因为伤病的问题，金智恩的职业规划也发生了转变。2023年开始，金智恩开始参加专业足球训练。不仅是一位半职业球员，还在场上很难找到合适的位置，除了边锋还多次担任守门员的大任，当然这也引起了许多韩国球迷的热捧。除此之外，金智恩还多次现身韩职棒的开球仪式，在韩国体育界是小有名气的殿堂级女神，但是也仅限于花瓶。